各位领导、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很荣幸由我们四个来为大家主持本次毕业典礼。我是中一三下班的陈汉勇。我是中三上班的吴寒秋。我是中一上班的素贞汤。我是中一上班的黄素云。有人说母校像一棵参天大树，庇护着棵棵幼苗。有人说母校像一艘乘风快船，带领我们遨游这时的海洋。而我们要说母校是我们人生的摇篮，这里铸就了我们执着的追求，锻造了我们坚定的信念。我们从母校起飞。下面我宣布六下班和中三下班暨文艺表演正式开始。毕业典礼。毕业典礼暨文艺表演正式开始。青春的激情是火，青春的热情是浪，让我们在青春的怀抱里歌唱，让我们感受进取前的激情飞扬，感受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。下面请欣赏由六下班沈碧丽、梁素安等九位同学带来的进体拳表演，掌声欢迎。到时候站好就不要动了。